我把灯泡放好了，一边放灯泡一边思考刚才那个台灯是怎么回事儿。那个台灯是它的底座，它不是落地式的这个台灯吗？就像电风扇一样。我记得以前在国内的时候用那种落地电风扇，它的底盘是那种铸铁的，就是特别重，对吧？但是它这个台灯呢，刚才我看了，我在拿它这个台灯的时候，它的底盘呢，乍一看是铁的，但是后来我一动发现，哎。底边掉出来什么水泥块儿？那个水泥块是碎的，也就是说，它这个台灯在制作的时候，为了降低成本，它并没有把整个底盘都用那种铸铁，而是在铸铁的，不是铸铁，是熟铁的这个皮儿里边包着一坨那个水泥块儿，用这个水泥来作为它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支撑。但是用着用着，它这个水泥块就裂了，就碎了。它的水泥块质量还不是足够好啊，那么水泥块一碎呢，这个台灯就不稳了，所以主人把它扔掉了啊。所幸我还没有拿这个台灯，对吧？因为我觉得我上次已经在路边捡了一个台灯，而且那个台灯足够好，两个灯头的。后来我就把它这个灯泡，把这个台灯的灯泡卸下来了，53瓦，应该也能用啊。我回去试一下，看看它这个灯泡能不能亮。以前我的天花板。我那个房间天花板上不是有灯吗？带那个灯罩那个灯。后来我把那个灯罩卸掉了，想着这样灯的亮度就能够更增加一点，省得看书的时候看不太清。但实际上我把这个灯罩卸完之后，发现房间的亮度并没有明显的改观，还是有点发暗啊。可能也是因为跟它那个天花板上的这个两个灯。对吧？其中一个不是闪了吗？我就用上次捡的台灯那个灯泡给它拧上了。估计后拧那个灯泡它是暖光，是黄光，不是白光。白光它的亮度还是比较亮，适合办公、写字儿什么的。暖光这种黄光呢，可能就不是特别好啊。哎，前面这个流浪汉啊，我还是不从那儿过了吧，从那儿过会让他觉得尴尬吧。我不从那儿过了啊。因为流浪汉这个帐篷把那个路全堵住了，如果我从那过呢，必须得要从他的面前经过，会让他觉得很尴尬啊，所以我就到路的这边来吧，看我多善解人意啊！哇，我把夹克衫刚才又穿上了，我这个夹克衫是在唐人街买的。当时还想着给我爸邮过去呢，但是幸亏没邮，因为这样的夹克衫也质量也并不是太好啊。我给家里邮了一个羊毛衫，是中国生产的羊毛衫，看着还行，但是我觉得估计那是2、3年之前的事儿了啊。估计我爸也没穿吧，可能有点瘦，有点小啊。我爸比以前瘦了，他身体这两年有点消瘦啊。啊，这边是谁扔的这种豆浆机？这种叫料理机，这样的就可以打那个果汁儿什么的，插电的。啊，后来我这个夹克衫儿就没往国内邮嘛。当时邮的时候在唐人街，一磅是4.5块美元啊，4.5美元的这个运费，一磅是9两啊，它称重量。这个夹克衫在我房间放着放着，后来就被老鼠咬了。被老鼠咬破了，想象也挺有意思啊。这边在做甚？他们在浇树，是吧？他们在浇树吗？是在做什么？我感觉他们在浇树，好像是。他们用这样的，看他们怎么浇树，看看他们。他们是用这样的给它，用那个管子接到那个袋上，之后把水放到那个袋里，之后呢就会慢慢往下渗啊，应该是这样对吧？他们用一个小车，然后这个车上连着一个塑料桶，塑料桶里都是那种水啊还是什么？带肥料的液体呀、啊，
这种袋儿应该是类似于那种叫什么缓释袋儿，它缓缓的往下渗。这一包水可以渗个好几天吧，就是，尤其是对于新种的树，那么会非常好，就可以把这个水让它慢慢往下渗，对吧？它往里面放水呢，应该是，但是它怎么样用压力呢？这个流浪汉在这儿溜达，他怎么样把这个水弄到那里呢？怎么样才有压力呀？他放水的时候得从高往低放啊。他那个车的上面的水箱也并不是太高啊，怎么水能流下去呢？不太知道。冷啊冷啊，这风一吹就开始冷上了。他用这个小推车，我估计他也应该有一个水泵或者一个加压阀什么的，也够费劲的了。他应该整一个大点的车什么的，用这么小的这么一个小车。而且他这个车还挺可爱的。就是前边后边还有小塑料车筐啊，以前我不知道，在树边上那种绿色的袋是用来浇水的，我都没注意。后来我研究了一下，那次我是看着一个女人往那里灌水，我才知道啊，原来是浇水的。她新种的树嘛，新种的树，怕它干死，她就在树那个根儿那块绑一个这样的绿色的袋儿，像那个编织袋儿一样，像面袋儿一样啊，像50斤那个面袋儿一样。然后里边放水，还有拉锁。放完水之后呢，把这个拉锁拉上，然后它这个水就缓缓的往下渗啊。走了，他们走了，走了。完成任务了，他们完成任务了。是吧？然后这个是把这个装满了吗？这个装满了，对，是这样的，它这个水就慢慢渗，慢慢渗的话，它就会慢慢的就好了，就会滋养这棵树吧，就会，对吧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啊，明白了。这个妹妹有什么心事儿？好像是悠悠的走了出来。这个妹妹悠悠的走了出来。啊，这个流浪汉还在这走呢，胡子也该刮了，也没有人管他，街道也没人管他，就这么在这随意这样走来走去的，而这边在做甚？这边人在排队领餐。欧了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。